Who? Who? 哎呦，这之前这么硬，这还泡了这么一会儿了哈。下回你拿醋泡。牙了，我们牙根儿，嗯，拔牙，后后面大牙拔了半个多小时，没拔完，没拔出来。你呀，啊，锤子都上了，还是骨质比较那个啥硬实。是啊，不缺钙啊。啊，这是真不缺钙，正好咱俩没抽过筋儿。是吗？嗯，踢球跑的，就是。肌肉都拉都拉伤了，嗯，都没抽过去。哎呦我去！从小吃钙片儿？没有，从小喝牛奶。喝牛奶？牛奶、羊奶之类的。新疆人嘛，小时候就在牧区那边，农牧区长大的。哦。长大了还喝吗？嗯，长大还喝？嗯，喝呀、啊！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喝起来就把牛奶当水喝。是吗？嗯、我妈他们单位发的就各种奶。嗯。渴了就是捞一包喝。我看着还真有那个啥哈、啊。有用，真有用。有用吗？是吧？特别男孩子应该多喝点奶。那男孩子。骨骼这样壮实呀。我现在连我其他指头都不敢乱剪，因为有时候经常剪完了以后，嗯，那尖上有点疼了嘛。对，你自己剪有的时候剪不干净。看有的专家说，这个长大了以后就不能喝牛奶了，说不太适合中国人的体质。有的人说寒，你就是乳糖不耐受的话，也是喝不了。是啊。但是你是长大了以后，有几个乳糖不耐受？哎，我就喜欢喝牛奶，为什么我一喝牛奶就拉肚子？那这个可能就有可能就是消化没的问题。嗯，消化不行。或者还是喝少了。我一喝就拉肚子。拉肠子也不拉。啊？是吗？我刚开始吃海鲜也拉肚子。啊，我其实挺羡慕人家喝牛奶的人群，一喝就拉肚子。你可以试试羊奶。羊奶，你说想喝个咖啡吧，还不能加奶。喝上去一会儿吧，就适合喝点那植物的，不太适合喝点动物的。喝羊奶就行。